今天测试一期主播的配件，他就是使命召唤江雨白，他还是国一 PKM， 这是他给我的配件。那么好，接下来直接实战。为了证明团长没有请演员，我们将全程录制，希望大家耐心观看。啊，团长是你吗，团长？哇，这局又遇到一个幸运的粉丝。那好，我们这边直接。算数了，但任务还没有失败。算数了，但任务还没有失败。算数了，但任务还没有失败。算数了。这边团长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就拿起了208。这边也是被嘲讽了一波呀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后悔，晚了呀，开始操作一下。最后一波了，团长也准备毫无保留地打出全部实力了。那么好，接下来看操作。到了懂了都懂的环节了，团长也就不多说了。那么好，言归正传，